你自己瞅瞅你这桌多乱呢，平时都是扒开这一堆东西工作的吧？谁是这样的？他嫌我的桌子太乱了。我觉得我的桌子确实挺乱，可是不是因为我乱，是因为我没有合适的收纳的东西。开始找借口了。于是我打算自己做一个，想做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小台子，这样可以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放上去，和另外一个屏幕高度差不多，对颈椎比较好，然后还能多一些收纳空间。这个是刚刚切好、打磨好的木板。你看啥呢？这个是我的设计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可以把键盘推进去，然后这里可以储物，放一点笔记本啊，上面可以放我的笔记本电脑啊，这块还可以放一点，比如说笔筒啊之类的东西。经过了精心的调试啊，这东西甚至是水平的。刚刚把那个线收拾好了，现在准备把我的神器拿上来了。好看吧，整洁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上一个键盘上，Alt 键不小心掉了，我可以把它粘在这儿吧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